坚持到底，看着你不愿再逃避，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吵的事儿，你先别跟人说，我怕传到我爸妈耳朵里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啊。到底是什么人敢把我们小美给踢走了？不行，我找白总说了一句。哎，看你还是知趣点吧，别去讨论了。现在那人可是白总眼前的大红人。田小美，小点声，大姐。顶替小美的就是他一亲戚。才混进来几天啊，屁股都没坐热，就人五人六把自己当根葱了。我还听说今天晚上有个饭局，就是那个送钱的傻大款。什么？他又来了？是啊。哎，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是人家了啊？该干活不干活，你都跟那瞎聊什么呀？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你？啊，别来，好好工作吧你啊。行了行了，别难过了。孟总啊，王维儿，没想到吧？勇哥，你太……啊啊！勇哥，你太像样了。这咱要是中标的话，以后车行的生意不就不愁了吗？那是啊。没反应，白眼了。哎，你去我车上把东西拿下来。嗯，好。老冉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京港赛车场每年大小的比赛无数，再加上各种车展，你想想，咱们车行跟他们这笔合作谈成了，大将来还愁没生意做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赶紧的啊！把手头事放放，好好计划一下后边合作的事。高大友啊，跟赛车有关的事我干不了。没让你开车，你还是接着修车啊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不管是开车还是修车，只要跟赛车沾边的事我干不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？你吧，天生就是玩车的命。你像当年在咱们这圈子里边，你展望说排老二，谁敢排老大？是，我知道过去那些事儿，你到今年没翻篇呢。可是你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吧？哎呦，展哥，你还有这么帅的照片呢？勇哥，你看看，展哥，来，这照片，勇哥，帅吧？太精神了。老冉，瞧见没有？哥们儿特地从家里翻出来的，你瞧你当年，你就不想回到过去啊？啊，别提了，什么别提了？坎儿，来来，把这些都挂墙上。好嘞，啊，挂高点啊，越明显越好。好，好好挂，挂高点。哎呀，这挂上来了，别提了。
这些可都是你当年实打实拼了命挣回来的，不也是咱们哥俩从小的梦想吗？ 知道你要冲珠江湖，一堆这个超跑就肉肉老板啊，约你吃饭啊，来一块儿。好，你什么？你不什么不？公关，公关啊，来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别起来，哎，张哥，你坐着，我们俩，我挂起，啊，我挂起，你待着啊，来来来，往那边来，你这挂这怎么样？行，再高点吧，再高点，高点，好，你那边，你不是高点，这儿，啊，对对，好嘞。 不是的，妈，我怎么可能去那个什么？哎，别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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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
有新的细菌滋生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来了来了。坐一下，我去买消毒液。哎，你干嘛干嘛？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吴佳，你跟大学时候真是一点都没变化，只要一失恋就开始狂打扫卫生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证明快好了。谁失恋了？行行行行行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我刚刚擦了桌子，你有凳子为什么不坐，非要坐桌子呀？啊，好好好，我坐凳子。什么味儿啊！我说你翠翠，你今天又吃什么了？你是啊呀，昨天都没换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俩不就一个失恋一个失业吗？把自己搞得那么颓，哪个女汉子不是摸爬滚打过来的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女生都要当女汉子呢？这女人生下来是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找个好人嫁，然后结婚生子吗？佳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你身上这股消毒水的味儿，连狼闻见都得绕道走。损不损啊你？真的？你也别笑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样天天吃大蒜大葱的，以后怎么当我的助理啊？啊，什么助理啊？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跟我一起到白若云工作室正式上任。哎呀，程一剑，打住！翠翠，感谢的话先别说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个饭碗你得给我端住了。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自己想。我想好了，真的真的，程一姐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我就是想要你这种生活。我现在这样，当不了谁的偶像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翠翠，你说说你想理解，
好不容易给你找一个工作，你一定要好好干，认真干，别给我们俩丢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那小妮姐不是一般人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是有小妮姐一半聪明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不聪明，但千万要记住，不可以不小心。姐，你还有什么金句？你给我讲两句呗。金句没有，但有一句必须记住：以后大蒜大葱，工作日禁食。OK。没问题，保证。去，洗澡去吧。我现在就去。谢谢你啊。你是不是也应该洗个澡啊？我不洗，我就是老天爷派下来臭你的。哎呀。白总，您找我。谢谢您给我朋友这个机会。先不提这个，嗯，何总让我把这个给你，拿着吧。小妮，今天晚上的饭局，你就代表我去吧。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签下这个大单，合同一天没签，前一天没到账，何涛的面子我们就得给。后面的事情不用我再嘱咐你了吧？没问题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妮姐，奔驰有好多好吃的，你看，奔驰，哦，奥迪，看见全是奔驰。哎哎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。等一下，等等，给我。哎呦，你的衣服啊！拍照就拍照啊，你别发朋友圈，免得公司同事看见笑话。啊。要不我在外边等你。不用等，咱们先进去啊。你是我唯一的偶像，看了很幽默。不靠谱的，你到哪儿了？哎，快点！三姐，不过我有点没想明白啊，你不是都想好了，最后拍屁股就要走了吗？干嘛那么费劲啊？翠翠，有两句话送给你，记住了，职场如战场，
女人要想在战场上立稳脚跟呢，必须有时候学会用点自己的小优势，抖点小机灵，这样才能四两拨千斤。再说什么鱼用什么饵，像何涛这种土鳖就得下这种猛料。你以为那些女明星走红毯都真的是前凸后翘啊？都是走的料。是啊。哎，小姐，我问你个问题呗，你觉得是何总比较有钱，还是展望比较有钱？展望？啊？你为什么会觉得展望有钱啊？那展望是有钱呀。啊，人家那可能就是那种不太显摆自己啊，就是平时夹着尾巴的那种土豪，但是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呀？什么叫怎么可能瞒得过你啊？就今天早上我去买大饼，今天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，那个我就亲眼看见他从你们家对面那个特别高的那个豪宅，特别贵的那个房子，叫医院，啊对，人家是从那儿走出来的。而且一出来之后，人就上了一辆豪车，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大胖司机，就在车旁边那么特别殷勤的等着护送他上车。那人家不是有钱是什么？太有钱啦！不是你没看错吧？我怎么可能看错呀？来来来，好了。这小展的技术那是没得说，就我那辆宝贝赛车你们都知道啊，眼看就要趴了窝了，到了小展兄弟手里，一夜之间起死回生，还真行啊。我们可就盼你重现江湖。怎么着，准备去哪个车队？这一次我不开车。啊？啊！兄弟，开玩笑呢吧？这么好的技术要是不出来，那不是浪费了吗？嫌钱不够吗？哎，我们都可以赞助的。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。不，兄弟们，这跟钱无关。跟钱无关？那是。嫌车不好，要什么样的配件，我们都可以提供的。对，大爷，你说的好像快到了，我先进来一下。等等，哎，怎么回事？
老王啊，你那个项目，咱们再追加几个亿，要做就做最大最好，小的不做。太棒了，今天来拜何大哥的码头，太荣幸了。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做人做事看准了，就必须拿下。哎，你觉得我这怎么样？高端大气上档次啊！嗯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都是欧洲名品吧？你看看，这叫眼力啊！我这所有的家具，沙发、桌子、柜子，这都是从欧洲定制运回来的。何总做事就是有魄力啊，大手笔啊！小弟，来，我们俩喝一杯。哎呦，今天开车了，喝不了那么多。一会儿让我司机送你嘛，再不济开个总统套房，咱这有的是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多脸红，脸红真好看呐。何总，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姐她过敏，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，我们家那儿不是有米酒吗？我一个人就能喝两三斤，啊，真的。你这红的吧？红酒，这没问题。让我妹妹陪你喝一杯啊！哎，好，来过来，一会儿跟李小姐喝一杯。好，敬各位老总。来，李小姐，来，谢谢，干了啊！干，来，干。哎呦，翠，这是老魏，你这么喝，何总心疼的。说什么呢？这就是几万块钱的葡萄汁啊，喜欢喝吗？哎，喜欢。好喝吗？哎呦，太好喝了！敞开了喝，哥这有的是。哎呀，何总太豪爽了！给我配好妹妹啊！好嘞，来，你跟老李喝，来，李小姐，我。来，你真的不能喝吗？来吧，我先干为敬啊。来，这样啊，好事成双，第二杯，预祝我们以后生意上继续得有来往啊。不行，像你这么有品味的女人少见。我妹妹陪你喝，我去。妹妹，你妹妹是你妹妹，真的不行。咱们的单子，哥，哎，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酒太好喝了，你这从哪儿买的呀？姐，慢点，我跟你说，你没事，他没事。那个，你这个酒太好喝了，咱是不是说好了，以后我随便来这儿喝是吧？您刚才跟我说，我可记住了。你是不是当大哥的？你得说话算数。算数。再喝一杯，喝。哎，哥，敬你。哎，好喝。
哎，你脸真的好，我不满，来来来，我倒着。哎，你是不是刚去洗手间把腮红打多了？啊？什么？哎呦，喝多了他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，不行，何总，咱们改天再聚啊，我们先撤了。哎，撤哪儿去啊？回家啊。回谁家呀？不是你喝多了，当然回他家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老王，把李小姐送回去。李小姐没说，就麻烦你了啊！我不回，没喝完。哎哎，看嘛，他真的喝多了，何总，别在这扫兴了啊！把小姐送回去。啊，起来啊，翠翠，咱们回家。站住！他可以走，你不行，今天你必须留下来陪我。快点啊！我等你。何总，何总，何总，何总什么时候失过手啊？你怎么那么轻？回来了，大爷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他马上就到。我这正还有急事务，所以要先走了。这样，慢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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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直接跟大勇聊，直接跟大勇，别送，别送，别送。别送。前门，你给我停车。喝酒了你就别开了。谁要你管啊？别闹，开车呢。你开车你就开车吧，你开的跟个乌龟一样，能开快点？你别闹了行不行啊？怎么那么不识好歹？哎我，喂，何总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不知道我妹妹喝大了，她一直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先好好唱，好好吃啊，等我们签合约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庆祝。跟你说听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喂，喂，喂，哎呦，我这进隧道了，信号不好。喂，何总，那我们那个明天再打电话啊，何总，拜拜。
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哎，翠翠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啊？我就……哎呀！躲成这样，哼，还去那种地方，又是一个女孩，你说多危险啊！哎，你管我呢？那你为什么去那种地方啊？啊，还不是喝酒寻开心，是吧？不去吃饭，工作应酬。你工作应酬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工作应酬，因为我愿意啊。那就麻烦你自重，以后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就少去去。你管得着吗，展望？我跟你说啊，上回的事儿还没完呢，你别以为你躲着我就万事大吉了。把手机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从来没有人敢拉黑我田小妮。给我。心里不平衡啊？那你也把我拉黑了，这不就扯平了吗？看着。怎么熄火了？这怎么了？你车有问题啊？怎么什么倒霉事都赶一块儿啊？我打电话叫救援吧。不用，我来帮你修吧。用不着。我就是修车的，这车是小问题。你是修车的，别逗了。都修好了？你别看它好了，它里头是有故障的。你呢，把这台车今天就放在这儿。好，妈，明天我再来取。我先走了。翠翠，到家了，别睡了，别睡了啊！是一高富帅之外，怎么还这么聪明啊？我都佩服我自个儿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别再跟我提他们。啊？我跟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在这只修车不开车，你不准再忽悠他们。妈呀！别那么死心眼儿，行不行？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在座的评委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我就不过多的介绍。下面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特邀评委，来自德国慕尼黑的奥古斯特。奥古斯特也是我们的股东之一。2008年到2012年，三次参加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，得了冠军。比赛的不会有他吧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好，你是田小姐吗？对啊，你是展望，展总。
我们展总特地派我过来取车的，让我开会检修。展望他不是说他？说他亲自来，他是这么说，但是赛车场那头太忙了，他实在抽不开身。赛车场？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咱们这儿最大那个金港赛车场啊。今天几个股东都去了，离开我们展总根本玩不转。金港赛车场，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就是年年举办车手大奖赛那个。啊，那没什么事儿，田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个车钥匙。啊，好，好，再见。谢谢啊。金港。下面有请有速车行的展望先生介绍一下他的团队。就这么小一场能行吗？先听听。行吧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维修技师。从2007至2010年多次参加国际级的赛车锦标赛，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并且带领我的团队曾经改进过赛车的进气口。你不知道，都喝得进医院了，我现在还在医院呢。合同你到底签不签？签啊，当然签。哎，何总，那个我改天亲自跟您谢罪啊，亲自跟您道歉。我现在医院排队交费呢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，何总。除我之外，我也会把这些技术分享给我团队里所有的成员，这就是我们有速车行与众不同的地方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根据我们的了解，在前三年之内，你既没当做那个赛车手，也没怎么修车，你怎么来证明你们能行？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
像云淡风又轻，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。停止最美的爱情。